一群来自单亲及弱势家庭陪读班的孩子，因为假日无所事事，教会牧师拿着别人赠送的八个手套和一支球棒，带着他们打棒球。结果加入的孩子越来越多，由大师公益棒球队就在这个情况下诞生了。客服班的孩子，他们本身原生家庭其实有一些状况的，看不见自己，只觉得自己就好像就比别人差一点。那其实在棒球队的当中，他们学习到顺服教练，在这当中可以团队合作，看见彼此的价值。随着越来越多孩子的加入，装备缺乏的问题浮出台面，有的孩子鞋子穿破几双，却因家中经济问题无力购买。就在这时，棒球队经历了无饼二鱼的过程。就有一个饭店公关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想要帮我们义卖月饼来筹措这些装备。哇，你知道那个，当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刚刚跟孩子讲说，孩子们，我们快要有自己的球鞋、球裤加球衣加球帽了。然后那孩子们开心的，他们好兴奋，他们真的知道一件事情，上帝听我们的祷告。孩子们很珍惜一个月只有几次的练习时间，风雨无阻，因为这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另一个家。刘大师，那我们的球队是训练时间少，但是我们是用心用爱去带他们，不是像一般的学校训练方式用约束的。比较过动的小孩子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带他们，我们只有说平常心祷告啦，还是有教会的青年来带他们，就慢慢慢慢的进入说，哎，把他心情稳定下来，做任何事情都一步一步来，不要超过急。孩子们除了加入棒球队，上峰教会也发展多元才艺班及团契生活，像是音乐、跆拳、舞蹈、绘画等课程，希望可以提供孩子一个追求梦想的机会。有一个原住民的孩子进到才艺班的时候，开始有正规的教育，比较专业的教学，孩子的进步幅度就非常的大。有一个成果发表是在国小，他就自弹自唱，我很激动，很想告诉旁边的老师甚至家长说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孩子，很不一样，他那个完全在 自信从里面散发出来。第一批开始打球的孩子已经升上高中，仍然持续回来陪伴棒球队的练习。每个礼拜六都早上六点就要起床，然后坐着车子摇摇晃晃的回到这边，七点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，然后帮我们继续陪这些孩子打球。那我说，哇，您这样很辛苦啊。不是啊，牧师，你以前也这样陪我们，教会的这些教练以前也这样陪我们，我觉得这就是个传承吧。因为被爱够了，他们就愿意给出去。所有的陪伴及关怀，让这里成为了孩子的梦想加油站，也成为了一个爱的出口。